学妹，请听好，咱们明天回去要看老师。好啊，好啊。你们都给我穿精神一点啊！啊，我们穿的好洋气啊，真给我们班主任长脸呢、啊。哎，我们给老师买个果篮吧。哎，你们有钱吗？我没钱啊，就两块。老板，可以说吗？哎，哪位闲杂人员？你我们不是闲杂人员，我们是回来看老师的。对呀、啊，你可以跟我们班主任打电话。对的。打呀。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准备好，准备好，准备好。你妈。这就是学姐吗？好有实力啊，一群超姐，该不会把我挂在表白墙上吧？他们呢是我上一届的学生。你们好，泡泡、蹦蹦、超超，哇，看起来好有气质啊！学弟学妹们，你们给我听着，你们要听你妈的话，不准惹你妈生气，别让你妈掉一滴眼泪，饶不了你。你妈，我们准备了一份礼物。你。